因为在日本哈、接触这个国际人士，我也知道说台湾最近是很关键，受到国际重视。那我们希望这一个公投的结果，不要把我们台湾最近那个希望打开来的这空间给缩小了，把这希望的灯给灭掉。如果投错的话，会有这样子。因为明年是中国跟日本建交50年了，所以他们会扩大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扩大为100年，就是1920年到现在，日本跟我们的渊源，像高雄，改名是1920年，是，对，像我们那个台南的自来水的完整，也是在1920年，所以我们这100年的。跟日本的这深厚友谊的民间啊，民间可以盖过中国的50年这个政治的关系。